前能胜任，神的羊听神的声音被提到神面前，天天吃喝神的话语，付上了天国筵席，得着神话的浇灌供应，倍感幸福甜蜜。在神的话中明白了许多真理，看见世界邪恶根源，明白人生意义，撇下一切跟随神，走上人生光明路，跟随我后基督全能神，我们真有福。经历逼迫患难，神的爱一直陪伴，话语带领引导，有了信心和力量，歌声撒旦试探，为神做美好见证，这都是神的恩待和祝福，感谢赞美全能神。心情，尽力提倡。